哎，老板，那个我有个事儿说一下。嗯，什么事儿啊？什么事儿？我跟高主管同时进的公司，他现在是主管，我也就不说什么了啊。他凭什么每个月还比我多15000的工资？凭什么？我不服啊！今天不给我涨工资，我就不干。我说小江，咱们公司上下工资都是保密的，这你怎么知道啊？你甭管我怎么知道了，今天不给我涨，我就不干了。你想知道原因是吧？那你说说吧。高主管，上午没有合同，你看。明白了，老板。看着点。什么合同？喂，三舅啊，那什么，下午这个合同能不能签啊？你赶紧的啊，三舅。好，好，这样吧，看见没有，求着点。不是，就这，就这，那谁还没个亲戚咋的？等着，哎妈，我们公司这整栋楼，特别是我们公司啊，这层楼给他一个月涨10万块钱房租。就是啊，等着看。喂，你好，阿姨。啊，什么？房租涨10万？对，怎么了？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别拦我，我得走。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哎，老板，嗯，那个，给我抱一下呗。嗯。在公司等不好吧？不是，就抱一下，有什么不好的啊？你好什么？你说你想抱也抱，这事儿大家都看着呢。不是，那你不给我抱，我找财务小姐姐抱去。哎，你干嘛？你回来干啥？那谁，高主管，过来。那怎么？哎，不是，是干什么？是啥意思啊？啥事儿啊？不是啥意思啊？不是，哎，干啥？不是你不是说要抱一下吗？不，这。这啥报一下？我说的是报销。老板，这那我去上班去。不是，不是这。好，上班。不是，哎，老板，报销单签一下。好，我现在给你转。哎，好。哎，等会儿，老板，咋了，经理？你这猪油费3万啊？跟老板一起。啊？啊，不是，跟老板一起出差，所以多那么一丢丢。老板应该住好的，是不是？是，哎，一个人3万。什么玩意？一个人3万，你不信啊？我给你算啊！别，你这还用拿计算器算吗？不是，这不金额比较大吗？严谨一点比较好，不容易出错啊。有进步啊，现在。3+3=0。你看，10万。不是，你再算一遍。你不相信我还不相信计算机吗？我再给你算一遍。3+3=0。你看，还是10万。你这对吗你老板他那明显作弊，你抢钱呢，你以为公司是你家呀你？不是，那怎么了？会支付宝到账10万元。计算计算的还能有错吗？转过去了。哎，好嘞，老板。对吗？哎，老板，小江，你都在公司睡多久了？你这不想回去睡了吗？啊，不是，我想回去，老板，我真的特别想回去，你让我回去吧。老板，那个我回避一下子。你不用回避，不在。你要想回去也行，那我问你个问题。那你问。你答对的话，今晚就跟我回去。哎，行。一下遇等于几啊？3。我看你就是不想回去了，你。不是，我真想回去，老板。那这样吧，我问你个问题，你答错的话，你就跟我回去。行，那你问。世界第一峰是什么峰？珠穆朗玛峰。嗯。第二峰？巧克力峰。嗯。第三峰？甘城张家峰。哦。第四峰？骆子峰。我是说答错了，你给我回去。对，答错了。第五峰？马卡鲁峰。小江，我看你是不想回去了是吧？不是，老板，我真想回去。你就在公司给我睡吧，你别回去了。不是，哎，老板，我真想回去。哎，不是，老板，我想回去。天天迟到，一个怎么回事？你们天天迟到，一人叫罚款，听见没有？我告诉你，经理啊，你没迟到，我照一下。真行啊，你们一个个的，公司不用干了，天天给我收你们罚款，我都能发家致富。一人去财务罚款200啊！哎，别了，老板，别了，老板。不是，老板，这个呀，你平常都是你们问我问题，这次我们问你，你要是答对了，我们认罚，对不对？对。行吧，老板。那行啊，问吧。嗯，接下来你先说。进去为什么看起来傻乎乎的？因为脑子进水了呗。哎呀，不是啥问题。啥也不是。你来，给我倒吧。
小白家小白等着什么？小白兔啊！你来干啥呢？你还呢？你咋了？你智商没有？你来，老板，我问你一个。鱼和王八同时放在鱼缸里，第二天鱼死了，为什么？鱼死了，王八纳闷儿啊。你这……哎呀，高经理啊，你也不用问了，那我问你啊。啊，行。你见过王八摇头吗？有人。我见过了，掏钱吧。哦，我是没见过。不要钱，大家钱。啥？我没见过吗？小丹，你。老板，我问你啊，你说我平时为什么吃菜不爱放盐呢？因为菜太咸了。不对，因为爱你无需多言。有嘴吧。所有的纪念日记得清楚。